大家好，我是小车阿忠。今天吼，我咧整理我这个毛笋的这个园地，毛笋园。啊，我发现一支毛笋可以，会使甲挖回来那个回家吃了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支就是黑毛笋。这边啊，布一支你看哈，这支较大支的这支，啊，这布一支，这黑毛笋，啊，准备要给它挖起来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。